今天你就吃空气吧。小样又想套路我，幸亏我早有准备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后悔。媳妇儿，吃饭了。来了来了，选一个。这腿都露出来了，我肯定选这个呀。那我们吃这个啊。哎呀，酸辣粉，让你先肚子一会。哇，我先冲个玉米羹喝，让你多吃一会，省着一会跟我抢肉吃。真好喝，姐妹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现在喝的这个山药葛根玉米羹，它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，里面啊只有山药、葛根、玉米粉和红枣粉，而且呢，它用开水冲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冲好之后啊，就是这种黏的糊的。你像早上啊，你来不及吃早饭的时候呢，你就冲上这么一杯，或者说呀，你现在处于减脂期，你呢可以冲上这么一杯，晚上啊当个代餐。它这个营养啊是非常丰富的，满满的膳食纤维，而且呀现在正好有活动，49.9元拍一发四啊，到手呢是这样的，两个罐装，一罐呢是620克，然后还赠送你两个袋装，而且呢还赠送你一个这个杯子还有这个勺，特别的合适啊，我给姐妹们啊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姐妹们抓紧时间去看看吧。你快点吃啊，你吃完我还等着吃呢。确实好喝啊。那当然了，你也不看谁买的。我还给你囤了一份呢，你到时候上班的时候你就可以喝了。行，到时候上班我就拿它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我可要吃了啊！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哎，狗粮！趁老妈没来，藏个烧鸡给老公吃。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大火腿肠全在妈碗里。老公妈，吃饭了。来了来了。老公，今天你吃这份多的，我跟妈吃这少的。拉倒吧，我都看着了，你往这里边放了5根大香肠。你确定啊？你看，今天我再上当，我就是猪。那咱先吃点无骨鸡爪吧。哇，今天这是香肠吃到过瘾。妈真香，哎呀。
哇，这鸡爪后的酸辣粉绝配呀、啊、是啊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呀、啊、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五谷鸡爪，不仅好吃啊，而且还干净卫生，每个个头都很大，看、嗯、是不是都很大、嗯、都是这种整只的啊，是去骨留筋的，吃到嘴里啊是 QQ 弹弹的，还没有腥味。现在呀正好有活动，到手是这样的两斤装，而且呀还给你包邮到家的，感兴趣的姐妹们啊，我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嗯，水啊，嗯，老公你吃饱啦？嗯，饱了、啊、你吃饱了吗？来咱俩吃这个好大烧鸡。怎么还有烧鸡啊？锤锤锤！嘿嘿，我赢了，我先吃。不行，你先吃一点。哎呦，哎呀，嗯，嗯，来，快来，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来来来，再来！嗯，再来！哎呀，哎呀，又是我赢！哎呀，这小兔子，嗯，哇！哎呀，老公，你可得努点力了，前面就是烧鸡了。必须的嘛，保准拿下的。嗯，嗯，来，再来，再来，来，来，一二，哎，哎呀，又是我赢了！哎呀，这最大牌的呀，哇，哎呀，这火鸡面就是香啊！能不香吗？而且这五包才8.9，这么便宜啊！啊，你给我多存点啊，我就愿意吃这玩意儿。哎呀，行，辣姐妹们，我们这次买的这个火鸡面真的太适合宿舍党了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五包下来才8.9，而且啊，它有五个口味，有火鸡面、日式火鸡面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味道，榴莲火鸡面、咸蛋黄拌面、韩式炸酱面啊，五个口味，五个口味都好吃。它是那种韩式的粗拉面啊，是那种甜辣口的。你看啊，每个面上都裹满了酱汁啊，真的特别的好吃啊。关键是你要这一周不知道吃啥的话，你一定要囤一份这个啊，一周五天都不带吃重样的。嗯，再来再来来啊！顶缸锤，哎呀，这就我。